约林内赏蝶去，林内乡2023紫斑蝶季正式开跑，掌声恭喜。3月26日相约林内赏蝶去。想到林内想到什么？想到林内就想到紫斑蝶，安娜想到紫斑蝶，我们就想到清明节，所以这个清明也要紫斑蝶的话又来了，就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那我想这一次的话，我们林内乡公所跟县政府还有我们高工局啊，地方大家可以说哈，满心的期待，哎，精心的规划一系列的这样子的好玩的游程，从我们3月26号开始。那尤其今年的话特别哦，我们乡长特别准备了好多儿童的这个大礼，都是儿童剧，还有悠悠啊，东升悠悠。那我想最重要的话是紫斑蝶带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奇观。那透过紫斑蝶，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世界看见我们云林，世界看见我们林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期待透过这一只紫斑蝶，让云林被发现。谢谢。是台湾是蝴蝶的王国，那特别的地方是紫斑蝶的话，它每年会从南部到北部这样迁徙，那大概从南部的话大概是1、2月的话它就会北返，那所以其实高工局为了那就是说它会在中部地区林内乡公所附近这里的话会穿越国山高速公路，为了要降低车辆对它的干扰，所以我们大概有所谓的挂的防护网，大概1、2月我们大概就会把它挂上去。那此外的话，我们大概会有一些蜜源的植物啦，还有呢，如果说5分钟它飞越国道的数量超过250只的话，那我们会封闭外侧车道。那这个也是响应国际的国道让蝶道的一个措施那也很高兴那其实除了高工局以外，中央跟地方合作，林内乡公所这里的话，每年都会办理那像这个紫斑蝶的那宣导活动季那一来是话是说把这种比如说爱护地球啦那生态保育的观念落实到民众，甚至到小朋友向下扎根。二来的话就是说大家共享盛举那也跟合川局一起的话就是那节省水资源那这样子的话对不对，让我们在国道或者是说整体的台湾的生态环境的话那尽回心力，让生态更有序更好。我们的紫斑蝶都会从茂林呢飞往我们北部，北部呢最重要的就是经过我们林内乡，所以每一年呢紫斑蝶又成为我们这边的地方祈祷，称为它为清明蝶，所以如果每年来到清明节的时候是来到最高峰，每天呢几乎有3万以上的这个紫斑蝶会来到我们林内，是我们林内的贵客跟交客。那今年呢也不例外的，我们林内乡还是一样为了这个紫斑蝶扩大举办这个盛事。那因为今年比较特别，往年都是在出口举办这个盛事，但是今年呢因为出口那边台电呢他在做这个小型的水力发电工程的工程，所以呢为了不影响这个工程的进度以及我们紫斑蝶的活动，所以今年呢我们特别把这个活动呢拉到我们的林内驿站，也就是紫蝶地景生态景观园区，所以今年会拉到这边扩大举办。然后今年因为刚好又遇到的清明节跟儿童节，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为了跟小朋友大朋友们提早庆祝这个儿童节，所以我们今年呢特别举办大型的这个儿剧，连续3天，第一天的话是由东升悠悠的哥哥姐姐们带领着大家一起互动，然后4月1号、2号呢分别有国内知名的大型的儿剧跟大家做这个互动式的表演，让小朋友呢同时是观众同时也是演员，体会跟过去不一样的紫斑蝶的活动。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一起做公益做爱心，所以只要大家持有效的发票5张呢来到我们林内紫蝶艺术公园的话，我们的林内乡公所的 DOC 数位中心呢就会给大家一个免费的小礼物，跟大家一起做互动，大家可以一起做 DIY 之后呢活动之后我们这个发票会全数捐给公益团体，所以今年欢迎大家来林内一起赏蝶去，谢谢大家。这样呢在这几年不断的提升，那每年呢在这个4月份清明节的时候，就是我们季节限定的这个林内紫斑蝶的活动。那今年呢就是如期在我们公所跟我们县府还有就是水利署还有我们的高工局大家共同的配合下，也希望透过紫斑蝶季的这个活动呼应大家不只是来赏蝶，而且就是重视这个就是我们的水资源还有自然生态以及这个环境教育。欢迎全国的好朋友能够相约
到林内来赏蝶去，而且可以品尝我们道地的美食，欢迎大家啊来到林内啊，谢谢。好，很简单。请问3月26日去哪里？相约林内赏蝶去。Once more， 请问3月26日去哪里？相约林内赏蝶去。Last one。